四哥，越来越晚了。晚上好，家人们啊！今天晚上晚了，晚了，家人们啊！今天晚上晚了，晚他妈2多分钟。今天晚上跟大伙晚了2多分钟，实在是对不住了啊！家人们，感谢大家伙来到我们家直播间啊！感谢大家伙都等着我四哥呢啊！谢谢兄弟们，咱们点点亮，家人们啊！谢谢咱们家兄弟们啊！咱们点点亮。感谢大家来看我四哥，啊！感谢大家伙来咱们直播间看我四哥啊！我四哥今天又帅了，我是看老五的，欢迎来咱们直播间看老五，欢迎来直播间看我四哥他老弟。四哥下来，来，四哥，你在这坐着干啥呀？老四，你在这坐着干啥呀？等会儿，四哥这是想玩啥？四哥，你像老子跟你做游戏似的，老四，你坐这儿来，你坐这儿来，四哥你们坐这儿来。老四想让我今天晚上陪我四哥一块玩，好几天不陪我四哥玩了。四哥你下来，好几天不陪我四哥玩了，家人们。猫咪呢？猫咪，等会儿啊，家人们啊。猫咪在笼里呢，一会儿不是今晚不跟猫咪玩了啊！今晚咱不跟猫咪玩了，昨天晚上不跟猫咪玩过了吗？昨天晚上咱不是跟包子一块玩的吗，家人们？啊，今天晚上咱不跟包子，精神小伙儿，小明啊，我小明偷东西了，小明呢？咱家那个垫子又报废了啊，又让小明给拆了，家人们啊！那个垫子又让小明给拆了，这儿呢，看到了，上面那个垫子让小明给拆了，下面垫子让小明拆了啊，这就是你们所看到的，啊，这就是你们想看到的，啊，想把俺家 seven 的大玩具，啊，俺家 seven 的那个坐垫啊， seven 可喜欢玩了，你们非得给小明玩，啊，整的我没看住，让小明一下给拆了，小明你要干啥去？你事儿可多了，你给我下去。下去。缝缝补补还能用，小心小明缝上，让老四缝上，老四给我缝上去。啊，小明，你让你爹缝，你让你爹缝。啊，让老四缝。来，你们坐着来，我去找零食去了。老四，过来来，四哥，四哥坐这儿来，四哥坐这儿，四哥坐坐坐坐来，老大坐，红柱坐，石榴坐，明柱坐，啊，三爷坐，老大坐，石榴坐，明柱坐，老四坐，老四你往这边窜，往哪窜？老四你就坐这儿，红柱你就坐这儿，好了。有大米吗？有大米啊，家人们啊，有大米，大米在第六个链接，三万，过来来，坐这坐这坐这。哎呀，大哥你坐好，来三万来，三坐这，三万来。老四，你又在唠单是不是？啊？
三村的，过来的。老师口红出来了，没事。老师，你又落单是不是啊？是四挂一呀、啊，四哥这四挂一呀、啊。啊，不准动，不许动啊！我四哥怎么又把枪收了？咱们一会儿玩这个，看谁跑的。咱们啊，咱们。老四，你下去，你看看你，咱一会儿玩那个，看谁跑得快啊！服务员起来！啊，看谁跑得快，怎么玩呢，家人们？具体怎么玩呢？咱把这个，啊，还是一个老游戏。还是一款老游戏，啊。咱们把好吃的放在跑步机上，看哪只狗狗能吃着。刚拍你家们，我是回购的，感谢啊，感谢小淘气啊，谢谢谢谢支持，谢谢大家伙买了咱们家大米，咱家大米啊，大米是拍一发十斤，下方小黄车第六个链接啊。十斤大米啊，家人们，哎，哎呀，我发现我自己直播不好整啊，是不是？我自己直播不太好整啊。辅助进去，辅助进去，辅助进。好。先让老四来吧，咱们先让小老四来吧，小牛最后有出场吧，行不行？牛进来，牛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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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让小牛最后有出场吧，行不行，家人们？啊！买狗粮，狗粮在第十个链接，家人们啊，石头进，好，好啊！我给 Seven 拿个玩具，家人们，要不 Seven 在笼里老叫了。给 Seven 拿个圈儿，满足俺家 Seven 的啊好奇心。Seven 对所有的游戏都可好奇了。老四进，老四来，老四进来，老四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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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老四，老四出来来。好，所以是这样的。老四，你上跑步机了，来，过来，来，老四，你上这儿来，你上这儿来，上这儿来，四哥来，上来，上，老四坐好了，坐，坐，坐，不许动，不许动，老四啊，不能动。来，欢迎大家，狗粮在第十个链接呢，家人们啊，第十个链接，有和客服说过，客服说会帮我确认。坐好了，老四啊。我给老师拿个好吃的。这游戏好长时间不玩了。
今天咱玩这个游戏啊，助助兴。归档，归档，归档。好，同学们，今天玩这个游戏啊，来，归档啊，看我四周会不会。老四，你先下去。老四，你先下去。来，四哥，四哥，快来！四哥，四哥，快来！先下来，来，不能吃。好啊，四哥，不许动，不许动！老四没开始呢。老四，过来！老四，来，没开始呢。老四，来，没开始呢。我买的狗粮没收到，返回了怎么办呀？返回了可能就是因为口罩。阿姐，你们当地可能是因为口罩，所以就返回来了啊。好，我把速度开到六家吧啊，六来，四哥上来，来，四哥，四哥上上上上上，四哥上上，哎，对，四哥上来上来，哎，四哥上上上跑步机，四哥来，不行，老师你上跑步机，四哥，四哥你上来上来上跑步机，四哥来，不能，你这么吃不算，那么吃不算数，你这么吃不算数，老师不算数，玩赖吗？这不是，起来。你这么整哪算数啊，老师不行。过来，老师来，坐好了，在这坐，上这儿，老师来。老师你坐，坐这儿来，坐这儿来。好，坐好了，坐好了。老师上来，来上上上上，哎，好。好，三四个加油。等会儿啊，等会儿。等会儿四个，好，等会儿。老师来没删好，没给你删好的，老师。先别动，老师。先别动，四个。先别栽，哎，操你哥，老师，这老师这么轻而易举能得到这个好吃的吗？啊，这家伙多损，必须的啊，必须损，哎，我这是我。我这个人吧，就是以坑狗为乐趣。你说我损不损家吗？三文爹这个人吧，四哥坐这儿来，四哥坐这儿来，老四来，老四这儿来，咱先别动，老四来，坐这儿来。我这个人吧，就是以坑狗为乐趣，啊。好，再看我四哥一把啊！我刚才粘的不对劲儿，再粘一个啊。这个距离啊，咱们这个距离啊，好，这个距离看看狗能不能吃着。咱们你说老四能不能吃着？这个，我说我四哥能不能吃着？啊？四哥，预备啊！四哥，一、二。上四个上来，来上四个来，不对，四个上上上上跑步机，老四上上来，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，好好好，加油四哥，加油四哥啊！哎，哎呀呵，老四玩赖，不行啊，我得整到一个距离呀、啊，我得专门整到整一个距离，家人专门让我四哥抢，我四哥还吃不着的距离，让我四哥着急的距离。什么是四哥坐这儿来，老师坐这儿来，来这俩坐好了来。什么是让我四哥着急的距离呢，家人们？把胶带吃肚里的没有？不可能。我胶带我只缠了一圈啊，我只缠了一圈，我给你们看一下我怎么缠的，老铁们。我只缠了一圈，一下就下来了啊！来，我这没法拿。他四个坐这儿来，四个坐这儿来。老师来，老师等老爷喊三，老师这儿来，老师来，哎，老师坐好了，等老爷喊三的时候啊，高一点，看不着。咱直播间有好多朋友替三爷爹出主意了吧？啊，证明大家伙啊还是比较喜欢看的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
再高一点啊，这样啊，我再高一点，看这个距离我四个能不能够了。好，看这个距离啊，这回我估计四哥肯定够不着了，家人们，这个距离，我四哥肯定吃不着了。来，四哥来，四哥上，家人上来，来，上来，上上来，老四上来啊，四哥上来啊，老四来，老四上来，来，这是训练我家狗跑步呢，懂啥呀，家人们啊，还家人们呢，这是训练我四哥跑步呢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我靠，四哥。四哥快来，我看有没有胶布袋，我看有没有胶布。这个有胶布。这老四太猛了，老四啊。四哥是怎么吃到的呢？啊，屏幕啊，还能不能再快点，继续再快呀，你继续太快的话能行吗，家人们，我现在是六，我可以调到七啊，我再来到七啊，看我四哥能不能挑战七吧，行不行，看我四哥能不能挑战七啊，好，四哥往后退，往后退，老四来，坐着，老四来，最快就七了啊，家人们啊，因为老四长得胖，他跟小猕猴不一样，小猕猴灵巧，老四不灵巧，知道吧，小猕猴灵巧，老四不灵巧啊，这回挑战七啊，这回我四哥如果能把这个零食吃到嘴里的话，我把跑步机吃了的，对吧，老四如果能吃到好吃的，来，老四上来，来，老四来上，加油，四哥加油，够不着了吗，四哥，我说的够不着了吗，四哥不能超过前面这条线啊，四哥，嘿，哈哈，老四下去不算啊，四哥别淌哈喇子，四哥加油，老四在上面不算，老四在上面不算，不能在上面，老四啊，不能在上面，加油，四哥，加油啊，在上面算呢，老四加油啊，我四哥平时不运动，家人们啊，这个游戏也可以帮助狗狗一块运动，知道吧，也可以帮助狗狗运动啊，家人们啊，四哥加油啊，帮助狗狗学会玩跑步机啊，哎呀，我四哥加油，四哥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，四哥来，出来，出来啊，四哥来，出来，我看有没有胶带，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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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老四，行了啊，不玩我四哥了，家人，不整我四哥了啊，我四哥非常辛苦了，家人们啊，四哥玩的好不好，家人们，四哥厉不厉害，六速啊，哎，四哥刚才玩七速，家人们，他玩七速啊，老四厉不厉害啊，气喘吁吁了，我采访一下我四哥啊，跟你说我可喜欢看老四跑步了，家人们，老四跑步好玩，我看，四哥喝点水，哎，喝点水，老四喝点水，喝点水，喝完水之后再回去，老四喝点水吧，不喝了，喝点水，老四来喝点水，哎呀，哎呀，老四真厉害啊，好了啊，我四哥从来不玩跑步机，家人们，接下来欢迎谁，家人们，你们想看谁玩，
你们腐牛肯定不行，腐牛不带跑的，他不带抢的，腐牛不行，他不玩。老大应该是也不玩，家人们，老大也不玩。腐牛应该差不多能玩一点。咱们你们想看谁，老铁们？想看谁？让迷糊跑啊 ？seven 吧，家人们，咱看 seven 吧，行吗？来，老四回去，来，老四，老四回去，老四加油。让小迷糊玩啊，咱 seven 玩吧，家人们 ，seven 出来，好宝贝，啊，看 seven 玩啊 ，seven 我怕跑不好 ，seven 坐这儿来，上这儿来，上这儿，坐，不许动，seven 你不能动啊，你准备好，我说开始你再抢，啊，不行，别动 seven， 你不许动。不能动，我没说开始呢，咱不能抢啊！三爸没说开始，咱不能抢啊！小明，你等一会儿。咱太快了，咱不能，这，咱不能争，不对，不行，你不能直接站着，你得跑着抢。三爸，上来，上跑步机来，快来。上来坐，来坐下，坐好了啊！看 seven 行不行啊 ？seven 加油 ，seven 加油！不行，这么整不算，你这么整不算呢？慢点，爸给你慢点来，我给你慢点，你这么整不算啊！五啊，行了，五可以了啊。不算啊！三万，先不算。这你看你玩赖，快来，上坐这儿来，不许他坐。好，上了吧，上不行，玩赖，你看看又玩赖，三万，你看你。你这样不行，不能玩了啊！上跑步机了，快上跑步机来，上来，这速度玩不了呢，他怎么？我再慢点，五，上来，跑，往前跑，往上跑，上，不行，上来，一点都跑不了呢，上来，不许动，再问你上来，再玩，再慢点，上来，好，上来，你上跑步机，我给你好吃的，三文不想上跑步机，你看着啊，家人们，他想玩的，啊，三文想跟我玩的，他不想上跑步机。小迷糊没玩呢啊！等会儿小迷糊家们，等会儿小迷糊，三爷你上来，快来，不许动，不许上，三爷你上来，不行，这速度这么慢了还不行吗？不行二来，再上，不许动，来，三爷你看看。三，你不能只认吃啊，三文，你咱得好好玩啊，咱得好好玩游戏啊，三文，啊，往后退，三文，退，现在二了，三文，二了，你上跑步机来，过来，来，上来，三文其实会跑，我不知道三文为啥不喜欢跑了，哎，对啦，哎，这就是三文啊，三文来，咱上来，坚持住，你像小迷糊一样坚持住，来，上来。没接上来，你看你可着急了，三文可着急了，三文你别着急，你看，三文来玩跑步机，上了来，三文，你干什么玩意儿？上来的，操你哥，大哥，你别动这个电呐，大哥啊，上来，哎。不能拔电啊！
再上来，再上来。啊，好，好，慢点啊，咱们啊，好，咱不能下去啊，训练毅力啊，训练三分的毅力啊。好，三分快点。好，哎，三分，你看你又下去了。三怪来，三怪来，你又下去了，三不行不行，三怪来，三重来，怪在我这儿，在我这儿呢，在我手里呢，掉我手里来了，三上来，上在我这儿呢，在我手里呢，上上三上，你看看，在我手里，三上上上上上，头上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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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腿也上去，腿也上去，三吧，三上上，哎，好，三上卡拔电可不行啊。然后再给稍微加点速度啊，给加到三。来，咱们来，咱们来，欢迎大家伙走进我们家直播间啊！行了，回屋休息吧，让 seven， 咱让 seven 多玩一会儿，家人们，行不行？啊 ，seven， 他想玩，咱让 seven 多玩一会儿呗。三怪来，三怪来，三万来，哎，三儿，哎，好，好，三万，三，小明，你别叫唤，你哼唧啥呀？你别叫，上上来，上，哎，鬼大三，不许上，上上上，上上来，哎，好，他哎会自己上了啊，那家吧，三会自己上了，看着，哎，上来，上上上上上，哎，好。哎，会自己上了啊，看着，他会自己上了，再问，开始不愿意上，到现在会自己上，再上来，再上，上来，上上上上上上来，上上上上上，加油，再加油，再啊，再八，再给加快点啊，加到四，四。四啊，现在四啊，好，咱们再上来上跑步机，上来，好，啊，真棒啊，咱们啊，真棒啊，咱们上来，上来，坚持住，你坚持住，咱们来，咱们上来，来，咱坚持住，坚持住，坚持住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哎，好，好，明说这跑步机，小明你等一会儿啊，你知道家人们小明为什么喜欢叫好吗？我一数一二三，他就愿意叫，一，二。二点五，二点六，好，上上上上，上上上上上上。其实 seven 会玩，只要 seven 会玩，他只不过不想玩，你看家吧。三会玩，他就不想玩。家人们啊，待会儿想买蜂蜜的啊，咱们家下方小黄车第二个链接，蜂蜜特别好。家人们啊，有想买蜂蜜的好朋友，待会儿可以拍那咱蜂蜜。啊，三位，你就把小石榴放出来了，下一位是小石榴呗，意思啊？啊？你看一会儿老四老大都得让三位放出来。家人们啊，我一会儿让小牛玩，家人们啊，有想买蜂蜜的大家伙啊，可以拍单咱这个蜂蜜，咱蜂蜜没有多少单，家人们啊，咱家这个蜂蜜啊是那个百花蜜，老铁们，百花蜜啊，蜂蜜特别好，这蜂蜜老好了，家人们，真的蜂蜜老好了，哎，我给大家推荐一下子，家人们啊，咱这蜂蜜老好了啊，你们可以拍单咱这个蜂蜜，家人们知道吗？为大家猜一个，老铁们啊，蜂蜜嘎嘎脆，老铁们，啊，非常浓的蜂蜜啊，而且里边不掺水，蜂蜜里边不掺水，47.5一瓶，家人们啊，这个蜂蜜是47.5一瓶，啊，怎么才能知道这东西不掺水呢，老铁们？啊，家人们，这蜂蜜怎么才能知道它不掺水呢？嗯，日本兵，一会儿马上，家人们，你们等一下子，等一下，我让我四哥马上来。白糖多，白糖多，家人们，就是这个蜂蜜里边如果加白糖的话，是不是就得加水？是不是？加白糖的话就得加水，是不是？
怎么能看出来是白糖多呢，家人们？啊，是因为上面有这种沫沫吗，老铁们？是因为上面有这个沫沫，所以白糖多吗？上面这个沫沫，不是吧？啊，滴到纸上，滴到纸上啊，家人们啊，你看着我用这个东西，我滴到纸上啊，咱看有没有那什么，家人们，咱看有没有水。家人们，如果要是有水的话，这个纸是不是就阴了？家人们，有水的话，这个纸是不是就阴了？啊，我再滴。嗯，滴几滴看看。卫生纸啊，家人们，这是卫生纸啊，是不是？如果有水的话，这个是不是就阴了？这个边上。看吗？不透就是没水。嗯，正宗蜂蜜都是200一斤。咱家这个东北这个蜂蜜啊，白色没问题的，蜂蜜就那样。咱家这个蜂蜜是 47.5 两斤，家人们啊，这个蜂蜜啊，两斤 47.5 啊。嗯，木耳是秋木耳吗？木耳是秋木耳，家人们啊，木耳是秋木耳。有想买蜂蜜的，待会儿可以去拍单，咱这蜂蜜，家人们啊，有需要的话你们可以拍的。啊，这个蜂蜜都是上面都有这个，家人们都有这个，知道吗？这蜂蜜没有水，不掺水，老铁们啊，不掺水啊。有想买蜂蜜的家们啊，咱可以去拍单，咱这蜂蜜啊，47.9 是两斤，然后呢89四斤啊，89四斤，蜂蜜应该用矿泉水瓶兑水使劲摇，摇完之后什么效果啊？上面有白的纯好啊，你们有需要的话你们拍吧，家人们啊，这里边是不掺水的，看着一点没阴，老铁们看着一点没阴。嗯，哎，等会啊，行了，咱玩游戏吧，老铁们啊，咱玩该迷糊了，该迷糊出场了，家人们啊，渗水的蜂蜜会酸啊，该迷糊登场了，家人们，欢迎小迷糊啊，三小进，蜂蜜 47.5 一两斤，47.5两斤啊，然后89四斤啊，有请小迷糊闪亮登场，迷糊。那个迷糊可是我们家跑步机的强项啊，迷糊可是我们家跑步机的强项啊，迷糊来玩跑步机来。迷糊从，家们小迷糊从几速开始？小迷糊从七速开始吧，老师刚才七速啊，老师刚才七速。对，小迷糊玩跑步机那绝对是王者，家吧。哎，我那零食呢？我那狗零食呢？狗零食在这儿呢。等一下啊！小明，你先别跑呗，等会儿再跑，行不行啊？等会儿你再跑。一会儿你能有劲儿，行不？一会儿就没有劲儿了。这个速度对小牛来说一点都不难。别动，别动！一二三，开始。
加油，明花！加油啊，明花！吃不着呢，明花，你怎么吃不着呢？哎呀，明花，你不能上来啊，咱不能上来啊，不可以抻脖子，明花，你可以抻脖子吃。快了，明花，快了，马上吃到了，加油，明花，加油啊，小明花，倒的，快在这儿了，就在眼前了，明花。小牛这个速度行了，家知道吧？他这速度行。没有，小牛这个速度可以了啊。老爷，你就调理明后吧。再给小牛把机会啊，小牛下去吧，来。小牛我问了，小牛摁停啊。好，明后下去吧。呀，明花说怎么停了呢？明花说怎么事儿？发生啥事儿了？啊？小明花说怎么事儿？发生啥事儿了？这怎么停了呢？明花过来，来，明花来，不玩了，明花来。啊？小明喝点水来，过来，小明花来，过来喝点水。等会儿让明花啊，小明喝点水来。哎呀，明花，哎，喝点水来。喝完水咱再玩去啊，蒙圈了小明花，玩不玩呢明花？这个游戏其实跟小明花没有意思，这游戏跟小明花没有意思。我应该把这个给他整高点，这个我要给小明整高点，怎么才让小明吃不着呢？明花来，你坐着，明花来，明花过来，来，你有事儿来，咱坐着，明花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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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明花够不着呢，想那玩意儿，明花够不着。哎，你们不能跑！由你来，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坐着，来，坐着，明坐着，好，坐着啊，好，注意到明啊，不许动，弄，不许动，启动明啊。现在迷糊吃不着呢，不许动，明花。好，这也可以啊。明花可以开始，等会明花，明花下来，明花下来，过来，明花来，过来。你坐这儿，明花来。应该挨近点，越近越吃不到吧？不对。小明为什么喜欢歪头呢？加油，明花啊！考验迷糊的时候到了啊，在下面咱们点点亮，咱们改把爱心往上点点啊，考验小迷糊的时候到了啊。小明下去吧，下去不玩了，下去明花，下去吧，不玩了，
小明下去吧，不玩了，人家说我欺负你。小明啊，人家说我欺负你，你下去吧，别玩，别跑了，行不行？你给你姥爷留点面子。明花，你下去吧，啊，你给姥爷留点面子啊，人家说我欺负你，人家说我虐狗。小明花，那姥爷给你慢点啊。小明花，你快下去吧，明花啊，人家总说我虐待你，明花。你是姥爷铁粉不，米花？你是姥爷铁粉，你就下去，别玩了。慢点，下不去呀。你看米花愿意跑，你这事儿真行啊！米花，人家说了，不让你跑，让回家，让米花回家呗，行不行吗？是不是？大家伙的意思，让米花回家。是吧，那咱们就让明回家吧。啊，让明回家好好休息。跑着不耽误吃，太棒了。给小明奖励，来给小明奖励。小明啊，来给你个奖励啊啊。好了，看小明能不能吃着啊，一会儿能吃着吗？哎呀。小明心思，这老爷这太他妈坏了，这老爷什么老爷，这是这啥老爷啊，哎呀哎呀，迷糊，哎呀，小迷糊啊，这不叫奖励啊，那我再给小迷糊奖励。来家们。我这回我真正的给小迷糊奖励啊。迷糊啊，来。来啊，迷糊，快快跑，迷糊。我跟你说，小迷糊还会别的技能，他会站起来，看到。小迷糊这儿呢，小迷糊来这儿呢，这儿看。迷糊这儿呢，他会站起来，看到啊。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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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给小明慢点来，小明来，给你慢点来。好，明算了吧，算了吧，明来。成功啊，小迷糊挑战成功，真棒，迷糊啊，小迷糊挑战成功，来给奖励个零食啊，行了，迷糊让他歇会儿吧，啊，没事，小迷糊愿意玩跑步机，知道不，家人们，小明愿意玩跑步机到什么程度，家人们，我跟你说，我让小明下他都不愿意下的啊，你看他能下去吗？你看我走他就下去了，我走他就下去了。好了，谁叫的，谁叫的，谁想挑战，谁想挑战，家人们，刚才说我虐狗的，我跟你说，你让你家狗跑，你家狗都连迷糊了巴拉，他说你都点不上，抵不上，你家狗连小明这个小尾巴尖都顶不上，知道吗？最起码人家小明还会玩跑步机，最起码人家小明会玩才艺，是不是？说小迷糊的一般都是羡慕小迷糊啊，你们家狗不会玩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小迷糊啊，是不是？说我让小明玩跑步机都不行，是不是？乖，小明回家。来，接下来欢迎石榴，石榴来，让石榴玩。
虎妞想试试，虎妞不行，虎妞不会玩，虎妞真没有小迷糊一半聪明，咱小迷糊聪明知道吗？一般聪明的狗狗只会玩跑步机，家人们，聪明的狗狗都会玩跑步机。来，小石头过来，小石头来，你看小石头会不会啊，家人们？你想让小石榴，我拍的货怎么还没发货呢？你看啊，家人们，你们问客服啊，可能由于你们当地有口罩的原因，导致没发货啊。石榴过来，石榴来，石榴上来，石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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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来，石榴来，石榴上来，石榴上来，上石榴来上，这吃不吃石榴？吃不吃？这。石榴，这好吃的来，小石榴上来，小石榴这不医术吗？你吃不吃？哎，这么的不行，怎么这么的？我研究出来一个好游戏呀，老铁们！啊，明天玩什么？小石榴不愿玩啊，小石榴不愿玩，我明天玩一个这个游戏，家人们啊。我看哪个狗能挑战成功，我就放这个速度。然后呢，家人们不能掉地下啊！这一个零食，这一个零食，中间一个零食啊！我随机放零食，看哪个狗狗能不掉地下，它就能吃完它，行不行？家这游戏好不好玩？这游戏行不行？好不好玩？啊！跑步机送食物，类似于在上面下面接东西。啊，我明天拍个这个段子啊，明天拍这个段子去。嗯，你说在哪个位置？就站后面啊，他们站那儿啊，在那儿接东西啊。小明新家咋不见了？小明有新家，小明不愿回新家，家人们，小明不愿回新家。小石头不行啊，小石头不会玩，他害怕这跑步机，不行。石头过来，让虎妞玩，虎妞来。石榴姐，石榴姐，好，你要给福州着急，你看你给他急的，你要给他急的，你出来干啥？你玩吗？你要给他急的，看给他急的，你玩不玩？啊！有柴犬没有柴犬？虎妞来，虎妞，哎呀，俺家的虎妞啊！蜂蜜47.5，47.5两斤，这家最虎，47.5两斤，然后呢是89四斤啊，家们。89.4斤蜂蜜，福州过来，福州来上，福州上，福州玩上，哎，看福州玩跑步机啊，福州上上来，福州来上。这样不行啊，反正啊，我往后推一推这个，往后推一推，我得让虎妞上这上面来。虎妞坐这来，你坐下，不许动，你坐下，坐下，虎妞坐下，别蹦的。坐好了，不许动。不许动，停，no，不许动，不许动，不许动，来，我这下来。上，哎好，哎好，哎我操，我就来，我就上，哎。
行，不对不对，下下下下，打。你要吃心太严重，那宝贝太小了，小虎妞吃心太严重了，太想吃了，那虎妞控制不住他。啊，家人们，买了一单蜂蜜，感谢姐姐啊！欢迎大家伙走进我们家直播间啊！感谢大家伙啊！你们想买蜂蜜的话，可以去拍那蜂蜜啊！感谢支持啊！虎妞不行，家人们整不了的啊，吃心。有点痴心太严重了啊，家人们，给小虎妞一个奖励吧，只来找了老大来，从小不训练，现在训不了了，虎妞来，过来，来，虎妞来，你知道为什么我没训虎妞吗？家人们，虎妞小的时候啥也没训，为啥呢？因为他总往笼里边拉，往笼里尿，他小的时候吧，光训了那个拉尿了。虎妞这个拉尿这个问题，家人们啊。虎妞拉尿这个问题都已经，我从来到我们家那天开始，一直训到今天，我都没训会，知道吗？一直训到今天呢，导致于虎妞到现在，不知道虎妞，虎妞到现在才往家里拉，你看，家伙这笼子，看着吗？这粑粑没擦干净，俺家虎妞到现在才往笼子里拉尿。他就不想出去拉，他出去的时候把沙发拆了，小虎妞出去的时候把沙发拆了，家人们，虎妞给拆的。你们知道我家外面那个沙发他给拆成啥样吗？老铁们，全虎妞拆的。他出去忙着拆沙发，啊，现在还没改吗？没改，还是那样，家人们，就是出门他不拉，他还那样似的，他就想回笼子里边拉。他现在比以前强多了，原先是家们，原先是一天拉个三四次，现在是一天只拉两回，早上拉一回，晚上拉一回。啊，早上拉一回，晚上拉一回，难怪你叫他虎妞。上帝给他颜值就不给他智商，我就不相信家们，老虎妞颜值有老大颜值高吗？家们。虎妞颜值有老大颜值高吗？老大过来，老大看老大了，老子没出来，老大了，他有老大颜值高吗？老大坐好了，坐好了，坐好了，不知道老大为啥，他有老大颜值高吗？啊，老大，老大，老大为啥？啊，趴下，老大趴下。啊，病，老大趴下，趴下，趴卧倒，卧，趴下，老大，病，啊，病，大公主小时候白。俺家老大比较聪明，家嘛啊，老大比较聪明，老大也喜欢玩跑步机啊。欢迎万万干爹啊，
欢迎万万干爹，咱们给万万干爹点点关注，轮到我们家老大玩跑步机了啊！咱们给万万干爹点点关注，老大。咬嘴唇，老大，咬嘴唇，老大。好、啊，好、啊，来，老大，咬两边，咬两边，来，老大，咬两边，来，老大，张个小嘴，张个嘴，张个嘴，张个嘴。好，咬两边，老大，咬两边，咬两边，咬一边不对，咬一边不对，咬两边，老大，咬两边，咬两边，老大，咬两边。不行，不行，我还没咬着两边。嗯，过来吧，老大，来，过来。欢迎大家伙啊！老大不喜欢玩跑步机，老大玩不了。老大坐这儿，老大来，你坐这儿，来来给好吃的。老大，老大上来，老大上来，来，老大上来，来，老大上来。老大你上来啊！老大给你整一速啊！每个狗都得玩一会儿，家伙，虎妞也玩了，小石头真不喜欢玩，要不小石头也玩。老大来，老大来。快点的啊！上面来，上加油！老大上跑步，哎呀，好，哎呀，太棒了啊！老大真棒啊！给老大奖励啊！哎，两个啊，看不着？你看老大家吗？你看家们，老大是没有虎妞那么虎啊！虎妞是横冲直撞，俺家虎妞是横冲直撞。我给老大加快，加快一点！老大加油！加油，老大！哎，加油！聪明啊，老大来，加油，老大，往前走，现在谁不会玩？现在咱家狗基本都会玩，老四也会玩，老四老大会玩，塞文迷路会玩，虎妞和小石头他俩不会玩，虎妞和小石头不行啊！咱们给老大一个奖励啊！老大懵了吗？嗯，怎么还有奖励呢？啊，老大高兴坏了啊！老大给咬表演个咬嘴唇，老大。那咬下来，来，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，大伙儿没点亮咱们点亮想买蜂蜜的家人们可以拍那蜂蜜，
47.5 47.5 两斤89.4斤啊，89.4斤蜂蜜，家人们啊，是咱们这个百花蜜。好了，老大，你把你弟弟放出来。老大，你把弟弟放出来，把老四放出来，行不行，老大？哎，那知道他，他知道哪是弟弟。老大，哪个是你弟弟？你去找你弟弟去，去，你找你弟弟，哪个是你弟弟？老大去，你上你弟弟笼子旁边，哪个是你弟弟？老大，你去吧。让老四上啊，老四上过了，家人们，老四上过了。老四能测速能挑战七呢，家人们，四哥。四哥速度可以挑战七，你们还想看四哥挑战一把吗，家人们？如果你们想看一把的话，我可以让大伙再看一遍我四哥挑战一把。想不想看，家人们？想看的话，大伙打响，我让四哥来一把。啊，仅此最后一把，家人们啊，就看最后一把啊。想看四哥来一把呀？走吧，走，让老四来一把啊，让老四来一把啊。我四哥能挑战七的速度，家人们，这么快，这么快的速度，来，想挑战，来，家人们，让我四哥来吧，老大，好宝贝，老大来，来进笼子啊，老大可聪明了，哎，你看老大多听话，家人们，看，你让老大进笼子，老大就进笼子，老大哪也不去，而且他只认这个笼子，别的笼子他不进，老大不进别的笼子。想看四哥表演是吧？等会儿，四哥等会儿啊！四哥坐这儿，四哥这儿坐好了，四哥坐好了，坐好，四哥坐好了，准备就绪啊！四哥准备就绪啊！哎，感谢家人们走进我们的直播间，谢谢大伙的鼓励以及支持啊！家人们想买蜂蜜的话，大伙可以拍到咱的蜂蜜啊！我给我四哥设置到障碍，不动啊！家人们，你们猜我四哥能不能吃到啊？老四先别动。站在这儿呢，家人们啊，这么高，看老四能不能完成啊！四哥，一、二、三，不对，老四上跑步机，四哥不对，不对，这么整不对了，四哥来，过来来，上，哎，好，哎，好，站着，四哥站，站着，四，加油，老四，加油。四哥加油！哈哈哈哈，哎呀，老四加油啊！就差一点，四哥，你别淌哈喇子，四哥，你淌的跑步机上全是哈喇子。来，四哥来，四哥，快坐，老四坐来，好，四哥来坐了，坐，老四这里有卫生纸，快，四哥，坐，老四，坐，老四来，坐，四哥，操你哥，你吐了，哎呀，操你哥，四哥，你把我手咬坏了。我说的嘛，我说看他疼一下是怎么回事呢？
不用打针家吗？啊，不用打针。为啥不用打针呢？家吗？因为我天天打。我上次打完针啥时候？啊，我上次打针的时候脚坏的时候，靠！你说点背不家吗？过去俩月了，你说我用打针吗？家吗？三月底上从上次打完针到现在过去俩月了。嗯，应该不用打。我还在那抢呢，我还跟我四哥抢呢。家人们，我看着啊，你看着啊，这个伤口其实，老铁们，这个伤口你们看着没？家人们，其实不是四哥咬坏的，有点那个起那个什么的感觉，家人们。就是手指甲边上都有层那个什么家吗？那叫什么东西？都有层那个蛇了，知道吗？那条线，那什么线家吗？刀相刺不是？那什么玩意儿？那条线给蛇了，这什么线？那个这一圈最边上这一层啊，刀皮、肉刺儿。没事，啥的，不能赖四哥啊！你看我这个手能夹吗？我这手，这两个伤口也是老四咬的，看了吗？现在这个颜色深的两个地方夹吗？还有这个地方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这都是老四咬的。我挤一挤啊，夹吗？啊，挤一挤。老四，你看你给老咬坏了，你看看老四来，你看老四，看看，是不是你咬的？老四，是不是你咬的？你看你给老咬的，老四，老四你承不承认？承不承认？老四，没打针吗？刚咬的，举报了，不打疫苗。这家伙不打疫苗还给我举报一下子，啊？是不是啊，家们？我这不打疫苗给我举报一下子，你说我冤不冤，家们？啊？是不是？老四，打针，我这不用打针，家们，我这今天已经打过三针了。就是人家必须打疫苗，人家那个打疫苗的人跟我说了，就是一年之内你随便让狗咬都没事儿，随便让狗咬都没事儿，每年都打。不是说家人，不是说你每次要让狗咬的时候都得打针，知道吧？就你上次打完针，它管一年，知道吧？上次打加强针，我前年也打针了，在杭州时候也打针了，然后呢，今年在牡丹江也打针了啊，然后我几乎每年都打针，管一年的不用打啊，所以这个针压根就不用打。狗都打针了，哪有狂犬疫苗？别让老师听见。老四，老这手指头这么热呢，老四，你要老这手指头这么热呢，是不是你咬的？老四，是不是？不是你呀，啊？你还不装糊涂是不是？老四，你不装糊涂是不是？啊？你还挺清醒，四哥啊？是不是你咬的，老四？是不是你咬的？不是啊，是不是你？老四，你看看我抽你。是不是？一、
二三，怪老师来，怪他出来吧，让他们几个都出来玩吧，家人们啊，没事。这个小迷糊啊，这个小迷糊啊，滚来！欢迎家人们走进我们直播间啊，咱们点点亮啊！想买蜂蜜的，不用去，创可贴不用擦啊，家人们，你们想买蜂蜜的话，你们可以支持咱蜂蜜，家人们啊，蜂蜜特别好的蜂蜜，家人们啊。这个蜂蜜啊，这个蜂蜜是我媳妇她大爷家啊，我媳妇她大爷家自己家养的蜂子，家们自己家养的蜂子啊，蜂蜜里边不加糖不加水啊，蜂蜜里头家们啊不加糖不加水，老铁们，哎，有想买蜂蜜的好朋友们啊，咱们家们可以去拍单蜂蜜啊，47.5给大伙发的是2斤蜂蜜啊，89是4斤蜂蜜，家们，89是4斤蜂蜜啊！同学，看看迷糊的家呀，你看迷糊家有啥意思呀？你走上迷糊家看他家有啥？有奖励零食来，拿奖励零食过来，迷糊来，给我奖励零食来，来，同学，塞吧，老大，老四，迷糊。16啊，这个给我，必须公平，一人一个啊！哎，老五必须得奖励一个，欢迎大家啊！我看把这个给谁？我把这个零食给咱们家虎妞吧，虎妞今天比较听话啊，虎妞今天比较听话，虎妞不叫唤了，现在，哎，啊。蜂蜜纯的吗？纯蜂蜜家啊，纯蜂蜜啊，这蜂蜜可好了，家们，蜂蜜老好了啊！我把蜂蜜给你们打开看一下啊，老铁们，蜂蜜啊，特别拉丝，你看着吗？啊，而且这蜂蜜里边肯定是不添加水的啊。蜂蜜里边肯定不加点水啊，家人们啊，嗯，有需要有需要蜂蜜的家人们啊，你们可以买点蜂蜜啊，这一瓶是2斤，家人们，这一瓶就2斤，2斤是47.5啊，一瓶就2斤，家人们，啊，用凉水冲，再用酒精消毒，没事儿。没事儿，家福妞，蜂蜜纯蜂蜜，家们啊，纯蜂蜜啊，47.9是2斤，下方小黄车第二个链接啊，894斤，89米是4斤蜂蜜。嗯，他啥都没事儿，皮实。曲终人散的寂寞，等等等，有谁在等？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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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想要逃，偏偏注定又落脚，情灭了，爱熄了，剩下口信要不要？啊，烤冷面空腹可以吃吗？烤冷面空腹可以吃啊，家们，没吃饭也可以吃。在我们东北这个地方，家们啊，有好多朋友把这个蜂蜜啊，不是把这个烤冷面都当成饭吃。中午没吃饭的时候，来一份烤冷面。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，家们中午吃饭的话，喜欢吃辣的，喜欢吃烤冷面的时候，都可以当饭吃。
狗的嘴里有圈，里圈有麦吗？没有麦，家人们，这个圈没有麦。啊，这个圈也是咱们家买的，老铁们，也是咱家买的。啊。你说你想要他，偏偏注定有落脚，熄灭了熄了，剩下空心要不要。蜂蜜 47.5 两斤89米4斤啊，家人们啊，89米4斤，有想买好蜂蜜的老铁们啊，不添加一滴水不加糖的蜂蜜 47.5 两斤89米6斤89米4斤啊。老爷哪天开播就唱歌不，我唱歌的话用别的号唱。你的唇有残留的泪，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沉静。你们家的 Seven 的儿子在哪去了？ Seven 的儿子，我跟你说，你现在目前为止看着的这位，现在为止，阿家们啊，你们现在看着的这位，这个就是我家，俺家 Seven 他儿子。这是我四哥的亲儿子啊，然后大伙儿又找了啊，你家四哥的亲儿子在哪儿呢？你看家们，三文和老大两条狗抢不过腐妞，家们两条狗抢不过腐妞，可想而知，可想而知腐妞有多沉，老铁们，看到吗？如果没有老四去插一脚的话，他们俩绝对是抢不过的。两条狗抢不过腐妞啊，你们家毛孩子们太自由，活动的时间生活。吃饭吧，老铁们，吃饭吧。今天整的吃白菜，今天吃白菜，然后呢吃那个鸡胸肉，老铁们，鸡胸肉加白菜，今天，哎呀哎呀哎呀，看看，哎呀，嘎的迷蛙，迷蛙，靠你个迷蛙！拿来，你太不让你姥爷省心了，明儿啊，我数仨数，明儿啊，数仨数不带二的啊，一三，拿来，你姥爷今天手坏了，明儿，这胶带是我今天刚买的，明白啊，拿着来。这你这，哎呀，我靠你哥！我说你这嘴多大，明白？哎呀，我靠你哥的！你要吃人呐？啊？你要吃人呐？啊？你要吃人呐？我靠！干啥呀？吓唬谁呢？啊？你吓唬谁呢？住了啊，我把脖子给你拧断了啊。
操，迷糊松开，我给你拧坏了迷糊啊！迷糊，你老一使劲，你就给你咬整坏了。迷糊啊，你快点的，犯不上迷糊啊，吐了。吐牙掰坏了，明红啊，快点的，下下走走走走。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沉静，闪过你心深决裂般无情。哎，跟精神病。迷糊送走了，明天把明天我把迷糊送走了。明天把迷糊送走的家人们，真的，我可真不想跟他天天在这块，因为这点破事儿，天天跟他抢。拿来，操你妈的！明天把老师，明天把迷糊送走他。明天把迷糊送哈尔滨去，不要他了。送哪儿？送哈尔滨去，不逗他了。这一天小迷糊，我真不愿跟他斗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他非得跟你斗，他非得跟你抢东西。那胶带的上面放好好的，非得给你整走的。明天上送苏雨家也行，送苏雨家去吧。你别，明天别回来了，明花，明天上别人家去吧，行不行？你这跟他个精神病似的，你说你。明天把小明送苏雨家去，干啥呢？让迷糊找可乐去，明天让小迷糊找可乐去家。哎，气死我了！给他把笼子关上，不让他进去。这么大声不扰民吗？没事啊，家人们啊，明天让小迷糊上助理家去，行吗，家人们？啊，我也不跟小迷糊斗了。
老师你过来，老师来，老师你过来。天天送走也没送走，明天我就送走的。家人们，明天我就送走的。小迷糊，你上次给我咬，你给我咬坏了，迷糊。出来，迷糊，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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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迷糊，一二三，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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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操你！送走了，明天咱也清静一会儿，说家吧，咱明天也清静一会儿。送走小迷糊就不看你了，行，那就别看了。啊，我明天把小迷糊高低给送走的，气死我了，天天咬东西，啥玩意都往笼子里头叼，啥玩意都往笼子里拿，啥玩意都往笼子里放。你看老四多听话。老大、老四、seven 啊，多听话！吃饭吧，吃饭，谁吃饭？我滚回去！妈个炮！我说吃饭，你们比谁跑都快。这家伙，哎呀！一说吃饭，立马出来了。哎，你看不看着家们？你们刚看不看着？啊，我这吃饭，立马就出来，比谁跑都快。你吃不吃饭你啊，他得瞪两个大眼珠子你啊，啊赶上大冤种了。我上那屋拿饭去啊，家人们。你说你想要逃，偏偏注定又落脚，情灭了爱熄了，剩下颗心要不要随意走。没迷糊真没意思。家人们，你们就觉得迷糊点偷东西有意思呗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你们就觉得迷糊偷东西有意思呗，迷糊跟我抢东西有意思呗，是不是啊？啊，狗粮，吃饭，欢迎来到我们家直播间啊，老铁们啊，欢迎大家伙。你们想买土豆粉的家吗？啊，第四个链接，咱家土豆粉嘎嘎好吃的土豆粉家吗？啊，嘎嘎好吃土豆粉，有好多朋友们没拍着咱家土豆粉的家吗？今天拍，明天早上发货，老铁，啊，家吗？今天现在拍，明天早上发货，家吗？咱家土豆粉啊，家吗？你看呀，咱家这土豆粉，你们煮完之后就跟米线一样，知道吧？而且味道非常好吃，家吗？啊，38.9，六包。老铁们，38.9，六包啊，明天一早上就发货啊，不是预售家吗？啊，明天就能发货啊，感谢大家伙，感谢支持，咱们吃饭啊。12点了，那家伙又到吃饭点了。28.9，对，家们，28.9啊，一共是六包，家们，一共是六包土豆粉。一包360克大包的，家们，正常的话一包土豆粉你加点小配菜一个人吃不了，老铁们，加点小配菜一个人吃不了啊。风吹来的沙，不是38.9，哎，刚才我说是多些，家们，刚才我说是多些，我刚才说38.9吗？
我刚才不是说 28.9 吗家吗？ 28.9 六包啊家吗？ 28.9 六包。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沉静，胜过你心思决裂般无情。来，下来，来，留下来，老宋下来，老大坐好了，你又坐这儿，你又坐下，你又坐下，你又坐下，好，三万块来，三万下来。上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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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一个比一个齐是不是啊？我去看看他们几个这个状况。家人们啊，有需要狗粮的啊，家里有狗狗的想买一款含肉量高的狗粮，家人们啊，想买一款适口性好的啊，含肉量高的狗狗喜欢吃的狗粮，家人们啊。你们可以拍的里边有非常丰富的冻干，家人们啊，冻干鸡肉粒，冻干元气蛋黄，冻干鲜鸡肉松，里边有非常多的冻干啊，家人们啊，咱家这场狗粮它是一个冻干四品粮，适合所有的狗狗吃，不分品种，家人们啊，有四斤的，有八斤的和十六斤的啊，家人们，四斤八斤十六斤。买咱们家狗粮，狗狗不吃包退。好，小明，你买，你买，你买，我都买。三万，你趴下，三万趴下，三万趴下，三万趴下，趴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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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趴啊、哦！我还得再来，我还得再来一份，家人们，还得再来一份。一份不够。No， 不许高，不许抢啊，不许偷吃。我可看着你了。你干嘛？咱家狗现在食欲渐长了，一天得吃一袋多。吃一袋多了。咱俩狗粮不吃包退啊，有想买冻干四品粮的家人们啊，待会儿可以去拍的，拿手机给我看看怎么说话。你又站起来吗？哎，小明这会儿这个
白菜，白菜，多少吃点白菜，不用吃太多，有点就行。这个白菜有点就行，老杨啊，不要吃太多，啊。多了，这白菜是不多了，啊，一人整点吧，就可以，就点少，啊。小姑，你站那么高干啥呀？啊，这么多能吃完吗？能吃完啥？能吃完吗？还有肉呢。现在是咱们家狗一天一顿饭五斤狗粮，加上一斤蔬菜，加上四斤肉，一共老四。就爱看他们吃饭。谢谢大家。小牛非常听话啊，不争不抢，小牛不争不抢，别来吵了啊，谁都不能走啊，赶紧做饭吧啊，你们几个看着点儿，是不是？给谁多了给谁少了，到时候吱声。白色的那几只，它不可爱吗？你说哪几只？有点睡着了，看，有点睡着了。三人时刻准备，不让小牛吃啊？那行吧，家人们，咱就不让小牛吃了啊！咱今晚让小牛饿着，小牛今晚让你饿着，不许吃饭，饿着你。他们非常喜欢咱家狗，他们说了，就是咱家狗晚上不叫唤的话，他们睡不着觉，知道吗？希望晚上从家人们，咱家邻居希望晚上从9点一直到半夜2点一直都叫唤，这样他们睡得会非常香，啊，说咱家狗叫唤就跟催眠曲一样，啊，非常快速的就入睡了。入睡的特别快，
其实我也不想整这玩家，挺费劲这种，知道吗？挺费事。再说一块儿，我其实肉有点煮多了，啥？多不多，老铁们？多不多？三斤肉，看来很长时间还没发光，是疫情原因吗？是，姐，你这地方发不过去，咱这发过去基本都是。行，到了，坐坐。我不说话了啊，咱们，我不说话了啊，你整你房子去吧。啊，我也不说话了，我就在这整整自己的肉。我快点，英英，你别吵着玩儿过了啊。啊，这会给包子吃行不行？给包子吃行不行？啊？这会儿咱给包子吃行吗？行不行？啊，给包子吃啊！注意到，注意到，我还没说转移呢。咱这下方小黄车有需要啥的家伙，抓紧拍的啊！哎，都准备好了，我还没办呢啊，等我办一办啊。狗粮是和所有的狗狗吃，家伙，咱的狗粮啊。所有品种都能吃，不挑品种，三个月以上所有品种狗粮不吃包退。三个月以上所有品种狗粮不吃包退啊，家人们，里边有冻干鸡肉粒、冻干原切蛋黄、冻干鲜鸡肉松啊，家人们，什么都有，羊奶粉、鱼油应有尽有，营养价值特别高啊，而且饲狗性好，含肉量高。走了，都走了，来，不许动，不许动，不许动！你看看狗怎么都撤了呢？我说别动，别动的。来，快来，来，走，你们来，来，你们，走，四，不许动，快点，四来，你们来，来，我这来。哎，排好队，站好队形，站好你的小队形。站队。自己吃自己玩啊。王翠，你说这么胖的，你说你我觉得你吃自己玩，就你愿意跟别人抢。王翠，王翠，王翠，好。好了啊。咱的狗粮适合所有品种狗吃啊，狗粮不吃包退，不许动，不许动。一、二、
五妞，你真是你的理儿。老师，这你的牌。不知道不知道，吃自己牌啊。欢迎啊！主播墨迹半天，狗子一分钟就都没了。家人们，我家狗，你看啊，俺家狗可能是晚上吃的晚，但是呢，家人们，我家狗肯定吃比你们家狗吃的好。啊、嗯，最起码我们家狗每天都能吃上肉，老铁们，知道吧？它每天都能吃上能看得见的鸡胸肉。知道吗？感觉还没有喂米饭来的实在。米饭，这米饭只能补充蛋白质了，是不是？米饭里边有啥？米饭可能仅仅能补充热量，家人们应该是。但狗粮吧，狗粮里边营养价值更多。哎，你没发现吗？家们，腐牛这个盆儿，它总是长腿，总能跑。别的狗的盆儿跑不了，腐牛这个盆儿总能跑。啊，以后让迷糊少出镜吧，说孩子的人太多了，我们心里不舒服。咱也不知道为啥，家们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总说小迷糊呢？家们，你们为啥总说小迷糊呢？小迷糊咋的了？啊？这家们小迷糊咋的了？小迷糊多好啊，小迷糊最有意思。米饭，对呀、啊、米饭里边哪有蛋白质啊，米饭里边全是热量。总跟狗狗过不去有意思吗？哪个人总跟狗狗过不去？感谢二宝干妈啊！感谢咱家二宝干妈，家人们。那就不用你们操心，我们都喜欢小迷糊。哎呀，家人们啊，你故意惹媳妇小迷糊生气。咋不加点水泡一泡呢？不用加水泡，平时传播点小迷糊的好的方面，大家倾向就会变。急速迷粪了。小迷糊，关键是它没有好的方面呢，家人们。小迷糊其实哪方面都挺好的，但是表现的不是特别明显。小迷糊聪明，家人们，小迷糊聪明，但是它表现的不是特别明显，知道吗？小迷糊是焦点。小迷糊属于看耐看型，越看越喜欢。欢迎家人们啊，晚上好啊。你会惹迷糊生气，博得流量，有这人看不惯。
家人们，你们说是小迷糊惹我生气，还是我惹小迷糊生气？家人们，啊，三人爹从始至终，我也从来没说我特意惹小迷糊生气啊，老铁们，对不对？全都是顺其自然的，咱俩狗从来没经过排练，从来没经过排练。啊，我为啥要惹小迷糊生气呢？家人们，小迷糊自己拿东西，自己偷东西。但家人们，咱就打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比方，家人们啊，咱家这帮狗玩那个圈儿，是不是家人们？小迷糊非得把这个圈儿全拿自己家窝里去，对不？他也不玩，你说咱是不是得管他要？我是不是得管小迷糊要？你要了，小迷糊是不给你，家人们不给怎么办？小迷糊不给你怎么办？我就只能我还会继续接着要。然后他就生气，家人们，难道我跟小明要东西他生气还是我故意的吗？家人们，肯定不是我故意的，不知不觉的就引起了一场战斗，一场战争啊！有人说我拿小明博得流量，家人们你看，你就算小明有流量，家人们你们没发现吗？流量来的人全是黑粉吗？全是黑小明的吗？全是看热闹的吗？家人们，哪有一个对小明好的呀？哪有一个想看小迷糊好的呀？是不是都等着迷糊挨揍呢？都等着迷糊罚体罚呢？都等着迷糊玩跑步机呢？都等着迷糊跑步呢？都等着迷糊被关小黑屋呢？是不是家人们？哪有希望小迷糊好的呀？没有啊。吃了一滴不剩啊！今天吃的多，家人们，今天吃的多，今天吃了五斤狗粮啊！咱家狗现在是老爷明白人了，每回都是这样的。像咱家狗现在是每天吃一顿饭，但是他们每天都有肉吃，知道吗？家人们，每天都有肉吃啊！最起码，家人们，你看咱家狗狗。虽然说一天吃一顿，但是他们几个都不瘦，你看见吗？他们几个都不瘦，长得都胖，你看见吗？哎，长得都敦实，是不是？咱家每只狗基本上都是在60斤、70斤，腐妞80斤。小明，你干啥呢？小明，哪有捧盆吃啊？啊，明儿，哪有捧盆吃的？啊，你咋这么烦人呢？这盆是给你吃的吗？还吃？这包子怎么不吃肉呢？包子，包子现在也飘了，包子也不吃肉了，它不饱吧？哼，小迷糊吃饱了，然后三月收盆来，来看三月收盆，欢迎大家伙来到我们家直播间啊！咱们看三月收盆来，进来是三月收盆了啊！看咱三月今天收盆能不能收的快一点。老孙老大，呀，老大进，姑娘进来，姑娘。来，迷糊来，过来，欢迎大家伙啊！欢迎来到我们家直播间。大家伙有想买东北烤冷面的啊？三小迷糊进来，小迷糊进。有喜欢吃东北烤冷面的啊？冷面拍一发20张，老铁们，咱家东北烤冷面拍一发20张。seven 是蜂蜜勤劳，seven 来，seven 你把盆拿起来，放这里。随便放一个盆里的，那再拿起来，没放准，哎，再放一个，放一个，放这里，不行，再来，拿起来，给它叠一块，哎，好，那个拿起来，拿起来，放这里，放这个盆里，这不重拿，重新拿，放这里，三万放这里。不行，重新拿，放这里的。
重新拿，重新拿，怎么今天还不如昨天了呢？放这里，放这里，好，再拿，放这里，怼一下，怼一下，摸摸摸摸，握手，好，那个拿那个，来放这里，握手握手，再摸再握手，你扒拉起来，再拿起来拿起来，把盆拿起来，把盆拿起来，再把盆拿起来，再去把盆拿起来，那黑盆拿起来，拿你这个盆儿，这儿呢这儿呢，好放这里头。好，再摸摸摸摸，不行不平，咱摸摸，不行，退退，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，重新放重新放，重新放重新放，三斤的费劲啊，再重新放重新放，拿起来，好，把那盆拿过来，好，好，就最后一个盆放的明白，啊，一说不如昨天就赶紧的好好表现了，是家们，三斤就最后一个盆放的明白，好了啊。今天盆也是塞文捡的啊，一会儿让老四刷碗。哎，一会儿让老四刷碗，欢迎大家伙儿。咱们点点亮，老铁们啊。东北酸菜，家们喜欢吃酸菜的20.09元发5斤酸菜，老铁们。家们啊，20.09元。行了，起来。操你哥，干啥呢？干什么呢？干啥呢？东北大酸菜，家们啊，20.9元发5斤，老铁们，20.9元发5斤，啊，一狗单下了5斤酸菜，家们，啊，传统老工艺，酸菜啊，酸菜包个饺子啥的啊，酸菜炒肉啥的，家们，啊。你这狗掉毛吗？还行吗？他们不咋掉毛，家伙。他们现在不咋掉毛，好多了。原先掉毛，现在这个时候好了，因为它已经换季换过了。你看咱家地上很少有狗毛，家伙们，你看，咱家地上很少有狗毛，几乎没有狗毛，看见没？这地下基本不，基本没有狗毛，看不出来。会不会到处是毛？没有狗毛，那行，没有狗毛。我跟你说，如果要是毛的话，如果到处都是毛的话，老铁们，我跟你说，这屋你肯定都进不来，知道吗？而且咱这屋每天都收拾，我昨天拍了，感谢美好姐姐啊，谢谢美好姐姐啊，咱这酸菜拍一发，啊，发5斤酸菜，老铁们啊，拍一发5斤，嗯，郭老懒，老捡垃圾吃，你给他多给他买点零食，不让他捡呢。给他买点零食，再一个是狗捡东西的话属于异食癖，知道吧，给他吃点微量元素，给狗狗来点微量元素吃，家们啊，你家狗狗，咱家微量元素我给大伙看一下子啊，下方小黄车有微量元素，嗯，微量元素没有，家们现在没有，嗯，你们可以点一下的咱们家直播预告，老铁们啊，咱们家每周六都会做宠物用品专场，左上角看，家们，比超市木耳好吧，木耳也好，比超市木耳好，他们乱拉吗？不乱拉，你看家们他们乱拉吗？从来不往屋里乱拉，从来不往，你看家们咱屋里没有粑粑，从来不往屋里乱拉，你看家们咱家狗从开播到现在2个多小时了，没有一个狗在屋里拉便便的，知道吧，有的狗可能说喜欢往屋里头上厕所，但是呢咱家没有在屋里喜欢上厕所的狗狗，这个玩具没有，家们，酸菜拍一发5斤，家们啊，在外面买1斤酸菜6-7元一斤，家们你们可以自己去看看，你自己去买，好，老铁们知道吧，上超市里去看看，你家们啊，你买一包啊，家你买一包啊，6-7元一包，一斤装的6-7元一斤，家们，咱家这个酸菜呢20.09元，家们20.09元给大家伙发5斤，老铁们，合到4元一斤啊，合到4元，
老划算了，家人们，酸菜啊，小米又偷东西呢。你说我要是个吃播嘛，家人们，是不是？三兄弟给大伙做点菜啥的。哎呀，整个大骨头，明天晚上我也吃饭，家人们，用酸菜炖个大骨头吃。明天，是不是？用咱这酸菜炖个大骨头吃，炖个血肠，是不是？整个东北炖菜，啊，整个东北炖菜。那肥肠往里放好不好吃？我没往里放过肥肠，东北炖，啊，往里放点那个酸菜，大骨棒。啊、嗯，放点粉条子，吃点花卷，超市8块钱一袋，吃点小花卷，是不是？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沉静，胜过你心思决裂般无情。你说你想要逃，偏偏注定又落脚。肥肠可以炒酸菜吃，肥肠炒酸菜没吃过呀，家人们，我没吃过肥肠炒酸菜。咱家这个酸菜是用白菜做的，你洗碗吗？让哪个狗洗碗呀？让老四洗碗呗。小迷糊，你弹钢琴呢？你站那么高，俺这小迷糊总有事儿，俺这小迷糊心里头总有节目。你看出来没？小迷糊心里头总有节目，场场直播有节目，他场场直播都能给你整出节目来。啊，家人们，小牛常常直播都给你整出点事儿出来。酸菜炒肉也好吃。还有咱家土豆粉，家人们啊，土豆粉啪一发6包，家人们啊，土豆粉的啪一发6包啊，喜欢吃土豆粉的家人们可以拍咱土豆粉。咱家这土豆粉呢，老铁们，土豆粉没有多些了啊，老铁们，土豆粉没有多些，这土豆粉了，完了，土豆粉样品没有了。土豆粉吃完了，没有了，土豆粉没有了，家人们。喜欢吃土豆粉的话，你们拍那土豆粉吃。拍完土豆粉了，感谢闹闹奶奶，谢谢啊！冷面拍了冷面，感谢支持啊！冷面发20张冷面，家人们，咱家东北烤冷面发20张，明天就发货。你们今天拍的东西，明天都可以发货。你尾巴去哪儿了？我瞅瞅，迷糊，我瞅你尾巴上哪去了，迷糊。其实我也老后悔了，家人们，我当初我要早知道小明，家人们，你说小明如果是第二窝多好啊，小明如果是第二窝多好，第一窝的狗全没有尾巴，第一窝狗都没有尾巴，第二窝都有尾巴，第二窝都有，第一窝都没有。天气凉了，酸辣粉辣白菜都可以囤点儿，还有辣白菜呢，家人们啊，咱家辣白菜下方小黄车第9个链接，家人们，19.9块10包，家人们，19.9块10包啊！辣白菜非常的好吃，家人们啊，手工先做，手工制作东北辣白菜，家人们啊，秘制泡菜，1包120克，老铁们，1包120克啊！咱家这个辣白菜啊，老铁们，这个配料表，你看咱配料表里都有啥？白菜、辣椒、大蒜、萝卜、姜、洋葱，啊！你干啥呢，明花？啊！你有下地来，明花过来，你有下地来，明花过来，没有水了呀！我说小明花怎么在这喝水呢？没有水了，拿给你整点水喝。你跟老爷说呀，明花，你说呀，上我碗里。抢水喝。
内蒙古发货吗？内蒙古现在发不了家门。辣白菜十包啊，家人们啊！潘一发十包，辣白菜里边是半颗的还是切好的？切好的，家人们，咱这个辣白菜里边是切好的啊！你们想要那个整颗的，是不是家人们？你们想要整颗的是吧？整颗的话得贵着能有，家人们。得贵着能有辣白菜整颗的，现在没有整颗的，现在都是这种碎的了，兄弟们，切好的，拍一发十包，打开我看看，我给大伙打开一下子啊，家人们，我把辣白菜给大伙打开一下子，哎呀，我的试吃价呢？哎呀，味道老好了，家人们，我跟你说，这辣白菜里边味道老好的，有苹果、蒜。还有姜，我跟你说，我最喜欢吃辣白菜哪一点呢？它里边有姜。头凌云看着你，睡得如此沉静，胜过你心事决裂般无情。为啥嘛？这个辣白菜回家放的时间越长越好吃，知道吧？回家放的时间越长它越好吃。这个盆儿这个碗儿等会儿。看看水。你们让小明给舔了。一包120克，你放的时间越长越好吃。这个辣白菜，家人们，你们收到货之后到家里的冰箱放一星期，家人们，我建议大家伙把这个辣白菜你们拍到手之后，在冰箱里放一个星期，知道吧？你放的这个储存这个过程就属于一个发酵的过程，知道吗，家人们？嗯，你们储存这个过程啊，是发酵，嗯。发酵好吃，120克一包，老铁们，19块就十包啊、嗯，19块就十包。嗯，应该可以发货，不好使呢，好使了。第一个链接，第一个链接，武汉可以发货。武汉没有口罩就能发，我不知道你们武汉有没有口罩。哎，我这手机怎么卡呢？没有口罩就能发货，有口罩肯定发不了。
咱们的，哎，为什么你们看我是我讲的是小麻花，老铁们，为什么我在这？你看啊，我怎么看着是辣白菜呢？现在，啊，现在还是辣白菜呢？小麻花拍一发230个，老铁们啊，拍一发230个小麻花。小麻花，你看，那不好使了呢，我看不着你们说话，你们说啥了？行了，家人们啊，今晚直播就到这了啊！我这看不见你们说话了，你们能不能听到我说话？家人们能不能听到我说话？我不知道哪块不好使了，是不是网不好使了，还是怎么的？能不能听到我说话，家人们？我关播了，家人们啊！我不知道哪块不好使了啊！咱们明天见吧，老铁们啊！一点多了，一点不，马上一点了。二家们，马上一点了啊！你们早点睡觉吧啊，家人们啊！有没有人了？我的妈呀，这什么玩意儿？是行了，家人们啊，你们早点休息啊！我关播了，家人们啊。我估计这手机卡了，知道吧？我估计这手机卡了，我用那个手机看就不卡，用这手机就不行，家人们，这手机应该是卡了。啊，拜拜，家人们啊，拜拜啊。